Saturday, September 5, 2005. No more ear abscess, but the shell, I don't mean here. The shell is white. I don't mean here. I mean right there. You不可以放太阳那边啊，它没有太阳，你放出来，好像我这样啊。我家里那边没有。哦。如果要放的话，就是放在晒衣服的地方。啊，那边哦，有吗？没，那边有地方铺住。放一个 box。 因为在外面。哦，会跌下去这样。啊。因为我那边是三楼而已嘛，所以找不到。哦，不可以啊。Okay, no more ear abscess. So should dry dock. That means. 80%没有水了 ，dry docking 掉，啊，吃十粒了，一天吃三次了，两他一天吃几次？两次，两次不太吃的，他吃了要找东西吃吗？还要多吗？有时我在放，他会吃吧，啊，可是他只是吃了的话又吐出来哦，吐出来啊，是病才有这个问题是吗？不是，一般都是这样的。 或者你换别的，我换小粒一点，或者别的那有很多种啊，有别的 brand 哦，那好像那个，你是吃给他吃那个什么 XO 是吗？那黄色的呢？你是给他吃这个是吗？那 give him some 咯，给一点给你咯。一样的吗 ？brand 那个 brand 一样的吗？不一样的吧，是这种改动的。啊？一样吗？这种改动的吧，不是这个 brand 啊。啊 ，give him a bit 咯，see whether eat 咯。 Give some pieces 咯，啊，如果吃才买咯。Let the bag 先，你要在家慢慢买咯。OK，那个 plastic bag 咯。要就放在这边啊？啊，不是，现在是。哦。等他回去慢慢来了，看他这里再买这个 brand 咯，或者这两三个 brand 啊，如果是，有时候不够 vitamin A 啊，有些 brand 啊。 是的，很多白色的，是的。